里一个空空的袋子，怎么了？首先呢，我先把它打开啊，然后呢，这是一张纸巾，怎么了？看好了，点燃它在里边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位置呢，直接可以变出一只鸽子。What？ 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位置呢，直接变成一只鸽子。你看懂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枚硬币，怎么了？我可以把它直接啊放到我的眼睛里。我可以把它直接放到我的眼睛里。进去啊！不但如此，还可以从这个位置拿出来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点赞，下期再见。什么情况？没事没事，其实、这里有一朵花。What？ 其实这里呢有一朵花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个球，怎么了？只要我轻轻的摩擦一下，它瞬间就会变成这样。仔细看这个球，只要我轻轻的摩擦一下，它瞬间就会变成两颗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张扑克牌，怎么了？只要我轻轻的晃一下，瞬间就会变成一张百元大钞。What？ 只要我轻轻的晃一下，瞬间就会变成一张百元大钞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这里有一个碗和一颗球，怎么了？看好了，现在呢，我把这个球呢盖起来，弹个响指，球就会消失不见，你相信吗？不能吧？打开看一下，球呢？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，千万不要眨眼睛。怎么了？仔细看，把这条丝巾呢，在手机的屏幕上轻轻的摩擦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它瞬间可以穿过手机。What？ 它瞬间就可以穿过手机。而且呢，手机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张扑克牌，怎么了？把它拿过来啊，消失不见，不在这边，也不在那边，哪去啊？在这儿。What？ 把它拿过来，消失不见，不在这边，也不在这边，哪去啊？在这儿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我可以让硬币穿过这张扑克牌，你相信吗？不可能吧。好，看好了，首先呢，先把扑克牌折起来，把硬币呢啊夹在牌的中间，三二一，哇，直接穿过去。三二一，哇，直接穿过去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里，一个杯子和一颗球啊，把它盖起来，只要我弹个响指，瞬间就可以变成两颗球。What？ 把它盖起来，只要我弹个响指，瞬间就会变成两颗球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一只鸽子，还有一个袋子。鸽子，看好了，把鸽子呢装进这个袋子里。好，把它放到里面。千万不要眨眼睛哦。看好了。三二一，鸽子直接消失不见。鸽子呢？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魔术，每天学魔术。仔细看这条绳子，怎么了？把它放在我的手中，对折，然后呢，拿过来，来帮我剪断它。对，对，好，看好了，把它放回去。只要我轻轻的拉一下，直接可以还原哦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关注，每天学魔术。两枚硬币和一个玻璃杯，怎么了？第一枚硬币呢，我可以把它从这个地方放进去啊。第二枚硬币，我要从这里把它放进去啊。看好了，三二一，进去啊！你看啊 ，what？ 三二一，你看。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关注，每天学魔术。